么强，还有你啊，不是，我们没有这么弱的，我们要相信自己，每一队都有机会打赢的，对吧？实话，套用我们领队常讲的一句话，世界上就是看谁的状态好，所以我们状态好的话，八强不要遇到世界冠军队伍，都应该还有机会再赢。听说 IG 现在状态很好，只要 DWG 不要进来，肯定有机会。比赛本来就是大家都有机会的，所以不用把话说的那么死，大家都有机会进八强。进八强的几率大概有两成，最多。DWG 进来一成。好了，如果没有进 DWG， 那还有两成机会，就。剩下七成世界冠军。剩下七成就看看当天状况。再次从 APS 开始。好衰啊！有够衰。好衰哦，何必啊？台湾。对，可惜了。因为我有经历过我们这些 GP 有那段时间，所以我知道合并之后打一个联赛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因为。我们可能今天跟什么泰国之类打，那个伺服器就是可能七八十 P 在打比赛，所以是一个不好的经验。不知道，我来看戏的。反正，身为一个选手，就是把比赛打好，所以之后就大家各自努力。在退步啊，然后很可怜，没办法，环境就长这样。庆祝的动作。把谢嘉维救起来！为啥是我？最想是他。那最想是他。随便。问松。那就把最瘦那个抛起来，再让他掉下来。好哎、欸。哇好。如果你们有在看世界赛，那就看好我们的表现吧。就你们能为我们加油，谢谢。嗯，观众。谢谢支持我的粉丝，会努力不要零六，打出自己的风采。就这次的比赛时间在台湾的时间是很友善的，晚上七八点，所以大家可以帮我们加油。Yes。感谢各位的支持，谢谢。我是东岸兄弟。하지않아서좀기억해준분들별몇명없는데그래도기억해주고계속응원해주시는팬분들또너무너무감사하다고하고싶었습니다谢谢粉丝支持我们，然后不然可能不只是跟其他赛区合并的，就可能会更惨。